见神的面，因为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领受永远的福分。欢迎您和家人一同参加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网络聚会，欢迎您参加 HCCC 空中主日学，教师王秋阳传道，美西时间周日早上10点。欢迎您参加杨瑞牧师的九月历史，从被掳归回到两月之间，美西时间每周日早上10点。欢迎您参加谭健师母的课程，如何饶恕当我们不情不愿时，每周六美西时间3点至4点，总 ID 8180199-7282 8180199-7282。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欢迎您和家人依照个人感动参加教会各时段的祷告会，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大能。
如果您有个人代祷事项，可以参加以下各祷告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为您和家人祷告。教会线上祷告会，美西时间晚上8点至9点，总 ID 9428655-5743，盼望弟兄姐妹踊跃参加，让我们一起用祷告堵住破口，经历复兴与得胜。教会和国度守望灵修祷告会，每周一至周六，美西时间清晨5点至7点半；主日祷告服事，每周日美西时间上午8点半至9点半。请用 Skype 参与以上祷告会。如果您希望参加教会的小组，请您将您的姓名、年龄、电话、居住地及电子邮箱发送至 hcccontario@gmail.com， 这样教会会为您挑选最为适合您的各分堂小组。欢迎弟兄姐妹订阅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YouTube 频道，请点开小铃铛，这样您不会错过教会每次聚会及每一个更新的视频。大家好，我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张慧。不仅得到地上的身份，我们更应该得到天国的身份。我盼望我们朋友们能够每个礼拜每个周末我们在一起空中相见，来通过我的分享来听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上帝必成为你的祝福。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张牧师的信息，请您关注张牧师个人 YouTube 频道张伯利谈天说地。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国教会复兴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宋尚杰的故事，请您关注诗伟传道的诗伟书房。十一奉献，哥林多后书9章6至7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洛杉矶安大略教会线上奉献可使用 Zelle、 PayPal 教会账户 hccc1951@gmail.com hccc1951@gmail.com。 特别提醒，请注明姓名、电话、地址，年底将为您提供奉献收据。支票奉献抬头请写 HCCC， 邮寄地址 PO Box 249 Ontario CA 91762。奉献请您注明名字、电话、地址，年底的时候会为您准备奉献收据。请您登录 smell.amazon.com， 添加 Harves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East LA 为您的指定捐赠机构，这样您在每次购物时，亚马逊会同时奉献商品总和的 0.5% 给教会。愿神纪念每一笔心甘乐意的奉献。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让我们预备自己来朝见神的面，因为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领受永远的福分。欢迎您和家人一同参加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网络聚会，欢迎您参加 HCCC 空中主日学，教师王秋阳传道，美西时间周日早上10点。欢迎您参加杨瑞牧师的九约历史，从被掳归回到两约之间，美西时间每周日早上10点。欢迎您参加谭健师母的课程，如何饶恕当我们不情不愿时，每周六美西时间3点至4点，总 ID 8180199-7282 8180199-7282。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欢迎您和家人依照个人感动参加教会各时段的祷告会，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大能。如果您有个人代祷事项，可以参加以下各祷告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为您和家人祷告。
教会线上祷告会，每期时间晚上8点至9点，总 ID 94286555743，盼望弟兄姐妹踊跃参加，让我们一起用祷告堵住破口，经历复兴与得胜。教会和国度守望灵修祷告会，每周一至周六，每期时间清晨5点至7点半。主日祷告服事，每周日，每期时间上午8点半至9点半。请用 Skype 参与以上祷告会。如果您希望参加教会的小组，请您将您的姓名、年龄、电话、居住地及电子邮箱发送至 hcccontario@gmail.com， 这样教会会为您挑选最为适合您的各分堂小组。欢迎弟兄姐妹订阅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YouTube 频道，请点开小铃铛，这样您不会错过教会每次聚会及每一个更新的视频。大家好，我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张不仅得到地上的身份，我们更应该得到天国的身份。我盼望我们朋友们能够每个礼拜每个周末我们在一起空中相见，来通过我的分享来听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上帝必成为你的祝福。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张牧师的信息，请您关注张牧师个人 YouTube 频道张伯利谈天说地。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国教会复兴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宋尚杰的故事，请您关注诗伟传道的诗伟书房。11奉献。哥林多后书9章6至7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洛杉矶安大略教会线上奉献可使用 Zelle、 PayPal 教会账户 hccc1951@gmail.com hccc1951@gmail.com。 特别提醒，请注明姓名、电话、地址，年底将为您提供奉献收据。支票奉献抬头请写 HCCC， 邮寄地址 PO Box 249 Ontario CA 91762。奉献请您注明名字、电话、地址，年底的时候会为您准备奉献收据。请您登录 smell.amazon.com 添加 Harves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East LA 为您的指定捐赠机构，这样您在每次购物时亚马逊会同时奉献商品总和的 0.5% 给教会。愿神纪念每一笔心甘乐意的奉献。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让我们预备自己来朝见神的面，因为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领受永远的福分。欢迎您和家人一同参加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网络聚会，欢迎您参加 HCCC 空中主日学，教师王秋阳传道，每期时间周日早上10点。欢迎您参加杨瑞牧师的旧约历史，从被掳归回到两约之间，每期时间每周日早上10点。欢迎您参加谭健师母的课程，如何饶恕当我们不情不愿时，每周六每期时间3点至4点，总 ID 8180199-7282818-0199-7282。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欢迎您和家人依照个人感动参加教会各时段的祷告会，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大能。如果您有个人代祷事项，可以参加以下各祷告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为您和家人祷告。教会线上祷告会，每期时间晚上8点至9点，总 ID 94286555743，盼望弟兄姐妹踊跃参加，
让我们一起用祷告堵住破口，经历复兴与得胜。教会和国度守望灵修祷告会，每周一至周六美西时间清晨5点至7点半，逐日祷告服事每周日美西时间上午8点半至9点半，请用 Skype 参与以上祷告会。如果您希望参加教会的小组，请您将您的姓名、年龄、电话、居住地及电子邮箱发送至 hcccontario@gmail.com， 这样教会会为您挑选最为适合您的各分堂小组。欢迎弟兄姐妹订阅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YouTube 频道，请点开小铃铛，这样您不会错过教会每次聚会及每一个更新的视频。大家好，我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张不仅得到地上的身份，我们更应该得到天国的身份。我盼望我们朋友们能够每个礼拜每个周末我们在一起空中相见，来通过我的分享来听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上帝必成为你的祝福。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张牧师的信息，请您关注张牧师个人 YouTube 频道张伯利谈天说地。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国教会复兴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宋尚杰的故事，请您关注诗伟传道的诗伟书房。11奉献。哥林多后书9章6至7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洛杉矶安大略教会线上奉献可使用 Zillow、 PayPal 教会账户 hccc1951@gmail.com hccc1951@gmail.com。 特别提醒，请注明姓名、电话、地址，年底将为您提供奉献收据。支票奉献抬头请写 HCCC， 邮寄地址 PO Box 249 Ontario CA 91762。奉献请您注明名字、电话、地址，年底的时候会为您准备奉献收据。请您登录 smell.amazon.com， 添加 Harves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East LA 为您的指定捐赠机构，这样您在每次购物时，亚马逊会同时奉献商品总和的 0.5% 给教会。愿神纪念每一笔心甘乐意的奉献。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让我们预备自己来朝见神的面，因为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领受永远的福分。欢迎您和家人一同参加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网络聚会，欢迎您参加 HCCC 空中主日学，教师王秋阳传道，美西时间周日早上10点。欢迎您参加杨瑞牧师的九约历史，从被掳归回到两约之间，美西时间每周日早上10点。欢迎您参加谭健师母的课程，如何饶恕当我们不情不愿时，每周六美西时间3点至4点，总 ID 8180199-7282 8180199-7282。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欢迎您和家人依照个人感动参加教会各时段的祷告会，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大能。如果您有个人代祷事项，可以参加以下各祷告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为您和家人祷告。教会线上祷告会，美西时间晚上8点至9点，总 ID 94286555743。盼望弟兄姐妹踊跃参加，让我们一起用祷告堵住破口，经历复兴与得胜。教会和国度守望灵修祷告会，每周一至周六美西时间清晨5点至7点半，
逐日祷告服事，每周日美西时间上午8:30至9:30，请用 Skype 参与以上祷告会。如果您希望参加教会的小组，请您将您的姓名、年龄、电话、居住地及电子邮箱发送至 hcccontario@gmail.com， 这样教会会为您挑选最为适合您的各分堂小组。欢迎弟兄姐妹订阅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YouTube 频道，请点开小铃铛，这样您不会错过教会每次聚会及每一个更新的视频。大家好，我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张不仅得到地上的身份，我们更应该得到天国的身份。我盼望我们朋友们能够每个礼拜每个周末我们在一起空中相见，来通过我的分享来听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上帝必成为你的祝福。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张牧师的信息，请您关注张牧师个人 YouTube 频道张伯利谈天说地。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国教会复兴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宋尚杰的故事，请您关注诗伟传道的诗伟书房。11奉献。哥林多后书9:6-7，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洛杉矶安大略教会线上奉献可使用 Zelle、 PayPal 教会账户 hccc1951@gmail.com hccc1951@gmail.com。 特别提醒，请注明姓名、电话、地址，年底将为您提供奉献收据。支票奉献抬头请写 HCCC， 邮寄地址 PO Box 249 Ontario CA 91762。奉献请您注明名字、电话、地址，年底的时候会为您准备奉献收据。请您登录 smell.amazon.com 添加 Harves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East LA 为您的指定捐赠机构，这样您在每次购物时亚马逊会同时奉献商品总和的 0.5% 给教会。愿神纪念每一笔心甘乐意的奉献。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让我们预备自己来朝见神的面，因为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领受永远的福分。欢迎您和家人一同参加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网络聚会，欢迎您参加 HCCC 空中主日学，教师王秋阳传道，美西时间周日早上10:00。欢迎您参加杨瑞牧师的旧约历史，从被掳归回到两约之间，美西时间每周日早上10:00。欢迎您参加谭健师母的课程，如何饶恕当我们不情不愿时，每周六美西时间3:00-4:00，总 ID 8180199-7282 8180199-7282。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欢迎您和家人依照个人感动参加教会各时段的祷告会，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大能。如果您有个人代祷事项，可以参加以下各祷告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为您和家人祷告。教会线上祷告会，美西时间晚上8:00-9:00，总 ID 9428655-5743。盼望弟兄姐妹踊跃参加，让我们一起用祷告堵住破口，经历复兴与得胜。教会和国度守望灵修祷告会，每周一至周六，美西时间清晨5:00-7:30。主日祷告服事，每周日，美西时间上午8:30-9:30。请用 Skype 参与以上祷告会。如果您希望参加教会的小组，
请您将您的姓名、年龄、电话、居住地及电子邮箱发送至 hcccontario@gmail.com， 这样教会会为您挑选最为适合您的各分堂小组。欢迎弟兄姐妹订阅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YouTube 频道，请点开小铃铛，这样您不会错过教会每次聚会及每一个更新的视频。大家好，我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张不仅得到地上的身份，我们更应该得到天国的身份。我盼望我们朋友们能够每个礼拜每个周末我们在一起空中相见，来通过我的分享来听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上帝必成为你的祝福。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张牧师的信息，请您关注张牧师个人 YouTube 频道张伯利谈天说地。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国教会复兴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宋尚杰的故事，请您关注诗伟传道的诗伟书房。十一奉献。哥林多后书9:6-7，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洛杉矶安大略教会线上奉献可使用 Zelle、 PayPal 教会账户 hccc1951@gmail.com hccc1951@gmail.com。 特别提醒，请注明姓名、电话、地址，年底将为您提供奉献收据。支票奉献抬头请写 HCCC， 邮寄地址 PO Box 249 Ontario CA 91762。奉献请您注明名字、电话、地址，年底的时候会为您准备奉献收据。请您登录 smile.amazon.com 添加 Harves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East LA 为您的指定捐赠机构，这样您在每次购物时亚马逊会同时奉献商品总和的 0.5% 给教会。愿神纪念每一笔心甘乐意的奉献。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带着心灵和诚实开始今天的敬拜。愿上帝祝福您。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联合空中主日崇拜。在这里特别问候屏幕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是我们的新朋友，在这里愿神都祝福大家。那接下来让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聚会，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哈利路亚，诸天要述说你的荣耀，穹苍要传扬你的手段，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发出对你的赞美。谢谢主。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可畏，主啊，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将我们的一生全然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神你亲自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也要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愿你的名在全地都被高举，愿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谢谢主。主啊，愿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运行，保守看顾我们今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一同喜乐。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聚会当中能够得见你的荣面。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来起立，我们要来诵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在诗篇第20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0篇，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
从西安兼顾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是的，当我们呼求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愿意应允我们。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我把我的手
一生。
在主圣洁光中。嘿，嘿，嘿！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脚和我的手，都要为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好，弟兄姐妹们，接下来是我们圣餐的时间，请大家预备好自己的心来领受这饼和杯，也请家中的弟兄或家中的家长来做这个服侍圣餐的工作。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要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再次拿到这饼杯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使我们的罪得赎。让我们真的是再次思想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原是不配的，但是他却愿意将这样的救恩白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拿到饼和杯，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求神鉴察我们的内心，若有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求他的宝血再次厚厚的涂抹遮盖我们。所以拿到饼杯的时候，让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到主这里，向他倾心吐意，有一点默想。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来领受这饼和杯。让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当再一次拿起这饼和这杯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你在2000多年前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主啊，我们原是卑微不配的人，但是主你却愿意为我们舍命，将这救恩就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啊，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却常常有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求神圣灵再次的鉴察我们的言语行为和心思意念，将一切不讨你喜悦的都全然交在主你的手上，求神亲自来帮我们对付，挪去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的杂质，炼净我们，使我们更加讨你的喜悦，使我们更加能够成为合乎你使用的器皿。主带领我们今年前面的道路，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不断的扎根，也让我们的生命主要不断的追求成圣，让我们真的是在凡事上都按照你的吩咐来遵行。主要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真的是有能力去不犯罪，主要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牢记你的大使命，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求神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的众肢体，让我们今年都能够合起宣教，在这个合一宣教兴起发光，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真的是能够做光做盐，对吧？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是主日，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为主立志。每到新年，我们都会立一些志向。那么什么是为主立志呢？我们常常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却没有办法。那我们今天就会借着经文来看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一个与神连结的人，如何来立志，并且是为主立志，靠主立志。我们下面来看经文。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立志遵从神的话，所以我们立志是从遵从神的话开始的。约翰福音7:16-18说，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的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这里耶稣首先告诉我们，就是他的教训，也就是说使徒们传递的耶稣的教训，新约福音书中耶稣的教训，这一切都不仅仅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凭他自己说的，更是父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给我们的。那么我们要来成为一个基督徒，要来立志，最前提就要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否则就是立了我们自己的志向，就是凭自己的说的。那如果说我们在立志的时候没有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在立志的时候其实是出于自我，出于自己的欲望，甚至出于自己的血气。
有的时候我们是想为神做事，想来为着教会做事，但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心中对圣经的话不了解，我们就是会很冲动的将自己的意思以为是神的，我们来立这个志向，但这一切就是枉然。因为耶稣就说，如果是凭着自己来说的，是荣耀自己。我真是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深深的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究竟我立志的时候，我每一个新年，每一次激动的时候，在立志的时候，我是不是出于自己呢？还是出于神呢？我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还是为了神的荣耀？如果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就坦然无惧，并且我们心里就没有不义。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我们所立的志，我们号称是为神做的事，其实都不是。因此每到新年啊，基督徒也要立志，但基督徒立志和世人的立志就不一样。基督徒的立志就是要在神旨意中来立志，来立志遵从神的话。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华人也有很多基督徒。那今天我们教会都在强调要回到使徒时代，不是进行一个宗教的一个运动，而是真正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像安提阿的教育啊，我们要真正在神话语上扎根，原因就是说在神的话语中才有给我们的力量，也才有神借着先知们，借着使徒们，特别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生活的智慧。当我们在神话语中下功夫的时候，我们所立的志向，我们要来过的生活，就是在神话语中的，就受到神话语的保护。我在想，为什么大卫会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而且唇齿甘甜呢？而我们今天好像似乎要躲避神的律法呢？因为我们觉得神的律法是违背我们人性的，神的律法是要框架我们的，却没有看见天父的律法其实是保护我们，并且使我们的生命被成全。所以我们立志的第一条就是要遵从神的话。那我们来看立志的第二条，就是要立志来体贴神的灵。什么是体贴神的灵？马太福音16:21-25，我们看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彼得之间的发生的一件事情。21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似乎有点不近人情啊，彼得呢好像完全是为主啊。你看这个时候耶稣才对他们说了啊，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那时候其实长老、祭司长、文士们已经在预谋要杀害耶稣，而且门徒们也都知道，但是他就说自己会被杀，第三天会复活。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像彼得一样，不是很认真的听神的话啊，不是很认真的去体贴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思，彼得的心思其实他是很爱主的心思，他为主好，
他就说，主啊，你不能去，万万不可如此，你不能去受这个苦，你不能去被他们杀害。因为他当然这个时候他也不相信复活，彼得跟了耶稣那么长时间，他尚且是这样，何况我们呢？啊，我今年一年都在写，不是今年，而是去年一年加上今年，一直可能要写两年，都在写1900年庚子年，而写庚子年那些殉道者，特别是在山西的殉道者，因为大部分传教士，包括中国的基督徒，都是死在那里的。那我就看到有些中国的基督徒当时和传教士在一起，那他们的亲人也是不断的叫他们，哎，你赶紧回家啊，你赶紧回家，不要跟他们住，因为这些洋人已经朝廷已经发布命令要把他们杀掉。那传教士中间呢，也其实也是这样，但是我看到他们日记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我是一直被传教士很感动啊，传教士他们就是说，主啊，你救我，但是如果你命定要我们这些传教士以我们的死，以我们的血来让这块土地啊传播福音的种子，我们就愿意。那这就是体贴圣灵的意思。那体贴肉体的意思呢？那就是想尽办法的逃。而且传教士们有的逃，有的是躲到山上，有的是等待死亡，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心呢，就是要来体贴圣灵的意思，就神力是什么意思。但我也看到中间有一些就认为这个时候怎么还能去中国呢？这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要在这里，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待在宣教站，我们应该跟家人逃回家去。我特别有感动的是一个长老，刘长老，那他呢就坚持要在这个宣教站跟传教士们在一起，那他的妻子母亲还有孩子呢就躲在家里，就在家里。但他妻子他有一个儿子是抽鸦片的，就是这个儿子非常不争气，他就觉得哎赶紧逃，但其实他最后并没能逃走。而他妻子呢就是觉得哎神给我的感动，既然临到，既然是主的意思，我就待在这。那么他妻子是个驼背，身体很差，那被义和团抓住的时候就抓到庙里面，抓到庙里面，他的那个就是乡里人啊，他们村里的人其实都觉得他很好，他驼背身体很不好，但是他对别人很好，经常的就是帮助别人啊，因为他们家还算有点钱，他经常帮助人家，他们就跟他说，哎，你千万不要说你是基督徒。当时当地的义和团呢也没想就想放他一马，然后就说，哎，你到了庙里面嘛，到了庙里面他是驼背，驼得很严重啊，所以就好像是齁着身子，所以他的邻居就说，哎，你看他已经算是拜过菩萨了啊，就放他吧，他不是基督徒，他已经拜菩萨。因为当时是不是基督徒就要看你肯不肯向菩萨偶像来拜。那这时候有几个是外地的就是外地的人就要叫他说，哎，你不能就这样弯着腰，你得跪一下，所以他们就吵起来。这个时候就像这里彼得跟主说，哎，你千万不能去啊，你不能做这事。当时跟他很关系很好的，跟这个刘师母关系很好的，就悄悄跟他说，而且自己也是义和团里面的，都跟他说，哎，你就说你这就是拜菩萨了。刘师母其实之前一直没说话，他并不是一个很勇敢一定要去死的人啊，他没有说话。但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说，他说我天生是个驼背，我驼得很厉害，但是我是信耶稣的，所以我不能跪。就前面如果说能混得过去，他反正弯着腰他也就混过去了，但是真要他拜的时候，他就说他不能拜。我们常常遇到事情的时候，真的就像彼得一样，我们就觉得什么都是可以通融的，我们觉得哎
我们对神发热心的时候，也不是按照神有什么意思。我们觉得我们不该有，有病。我们觉得，这个国家应该如何，什么应该如何，都是我们的想象，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体贴神的灵，不太去想神究竟要做什么，他要怎样来带我们。那么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灵，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句话里面耶稣似乎就是非常的严厉，事实上彼得对他是一片好心，耶稣明不明白呢？明白。但是耶稣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人，包括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只要是人里面就有自怜，就有软弱。所以当我们彼此之间啊，我们在立志向，然后立了却要去行却很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究竟是用血气的体贴肉体的话对我们说呢，还是鼓励我们真的是看神不看环境呢？所以这里当然是耶稣跟彼得的对话。我在想啊，有的时候好像就在我们自己一个人里面就有神和另外一个在对话，圣灵和撒旦在对话，而撒旦就会以彼得的这种模式，这种关切的态度，这种爱的样子来对我们说，哎，你没有必要去这样做，哎，你不必这样做，哎，你最好怎样，这是人之常情等等等等。撒旦并不是很狰狞的常常来对我们说话，撒旦常常以和蔼的模样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的心就融化了，就在他那种就像亚当和夏娃当初碰到撒旦一样，哎，就被他的好言好语就融化了。就像撒旦对夏娃说，哎，你怎么知道你吃了这个分辨三个树上果子会死呢？哎，你吃了你会像神一样。我们也是这样，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有没有来体贴神的灵，来对撒旦说你退后去吧。好，所以体贴神的灵，我们再看两段经文，马太福音16章24到25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在这段话里面，我们看见耶稣给我们看到体贴肉体和体贴圣灵是怎样的不同。因为前面我们看了耶稣对彼得说，哎，你撒旦退后去，那彼得让他怎么样呢？彼得是让他保命，对吧？所以我们体贴肉体的最大的情况程度就是保命嘛。我们体贴肉体，为了让我这个肉体过得更舒服些，为了让我的肉体更安全些啊，为了让我肉体里面的这个欲望稍得满足等等等等，为了让我的肉体快乐。但是主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都把自己舍了，你对自己完全的否定了，这个舍己有否定的意思，你对自己完全否定了来跟从他，其实就是不要自己的命了，不要自己的命了，也就当然不会再体贴肉体。为什么我们体贴肉体呢？就是我们挺要自己的命的。所以我们立志的时候那一刻啊，要么呢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立志，要么呢就体贴自己的肉体，立了志做不到。所以立志要体贴神的灵，因为神的灵现在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主人。所以罗马书8章5到6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们把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和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对照起来看，我们就更加明白，他说的是一件事，就是若是你体贴肉体，肉体就是你的主人，你就无法跟随神。肉体是你的主人，那么肉体的最后的结果其实是死亡，而只有圣灵将我们带入永生。啊，如果你体贴圣灵，就是忘记你的肉体，否定你的肉体，而来和主连接，让圣灵带你和主连接，因为圣灵也是神的灵，所以在神的灵在你里面掌权，你就可以怎么样与神的生命连接，按他的意思做，就遵行神的话语。那么这个时候你所立的志呢，是借着每一天跟随圣灵的带引，渐渐让你的志成全。因此这里我们就看见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和平安，因为体贴圣灵就在主里面，那就是生命永生，而且它是平安，因为你在主里面不再挣扎。我们挣扎就是又体贴肉体又体贴圣灵，所以我们挣扎。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条，立志成为神的人。我们立志啊，要来遵从神的话语，而立志来体贴圣灵的意思，最终的目的是让立志成为神的人。立志成为神的人，首先就是分别为圣，战惊恐惧。大卫在诗篇里面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亲爱的弟兄姊妹，口中没有过失，人的口为什么会犯错，为什么会说错话？因为你管住了口，其实就必须要先管住心。啊，口不撒谎，口不说亵渎的话，我们的口不去说淫乱的嬉笑的词语，我们的口啊不去伤害他人。你知道口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立志啊，立志我们的口没有过失。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吃喝。以色列里面就是犹太人啊，他是神给了他们一些规定，在比如不吃祭肉啊，有些不洁的不吃啊。为什么要让他们不吃呢？其实是让他们借着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惯来感受到一种分别为圣，目的是分别为圣。那现在并不是说我们要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但是但以你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那但以你当时已经被掳掠到别的国家，所以他是生活在一个外邦人的文化之中，就像今天基督徒也是生活在外邦人的文化之中。这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的文化都充满了污秽。那么在这样的文化里面，我们应当像但以你一样立志啊，不以王的膳，就是食物啊和他喝的酒啊玷污自己。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陷害人的座位。对，我们要在生活上分别为圣。哦，同学聚会，我们要禁止我们的口随从他们所淫乱的话。我们一起吃喝，我们要禁止我们的口不醉酒，甚至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真是按照神的意思来做。所以这里一个讲到口说的话语，一个讲到说的话语，一个讲到吃进去的东西。所以这个生活的习惯和饮食和我们的言语是我们需要分别为圣的。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所以这里我们还要立志做什么呢？立志在神面前安静，立志来做工，亲手做工，不要做懒惰的人。
所以这是在这个世界上才有好的见证。腓立比书2:12-13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因此我们看到，我们立志都是神来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圣灵感动我们，而我们立志的目的呢，是要成就神的美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美意。所以当我们立志的时候，既然你是靠着主立的志，你是按照他话语立的志，因此你也自然是要来听从他，来倚靠他来运行。这里有一个恐惧战惊，我们说人无异象，民无异象，就必放肆。其实今天这个世代是头上三尺无神灵，每一个人似乎都追求自由，自由再自由，其实也是追求那个放任，放任再放任。而神对人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呢？神对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任凭，任凭你去，任凭你去行，所以这是最大的惩罚。那我们今天立志，怎样才能立志成为神的人呢？就是要像战士一样，用真理束腰，带着披上救恩的外袍，你要以神的信德为你的护心镜，你要拿着这个圣灵的宝剑，要以神的话语来劈开面前一切的黑暗，包括也劈开我们里面黑暗的角落，这叫战惊恐惧。我们现在不喜欢战惊恐惧这个词，但是你如果要立志在神面前做神的人，你就要战惊恐惧，你就要有敬畏的心，你就要有对神的话语有敬畏的心，对圣灵有敬畏的心，你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好，我们讲到立志成为神的人，还有一个方面，最后一点就是忍受逼迫，靠主得胜。提摩太后书3:12-15，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但你们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罗马书7:18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忍受逼迫，这个逼迫有的是外在的，有的是内在的。首先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的就是外在的，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经受逼迫，被人唾弃，被人背叛，弃绝，甚至被杀。那他的门徒，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尽得所有人的荣耀呢？怎么可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呢？怎么可能得到这个世界上的认可和追捧呢？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们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只要我们立志来分别为圣，成为神的人，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身上有基督的清香，是和这个世俗的世代，是和污秽像油跟水一样不能融合的，你就会成为异类的人，你就会被逼迫，无论是政府的逼迫，无论是文化的逼迫，无论是环境的逼迫，甚至是后现代一种潮流的逼迫，你都会受到逼迫。也许你被关到监里、监狱之中，也许你没有被关到监狱之中，你被人嘲笑，也许你这种战惊恐惧，你这种遵行神的话语
非常不合潮流，让人家觉得你这人真的是一点自由都没有。那么你在这种被逼迫的环境中，你还如何能保持你的那个志呢？就需要来相信，相信耶稣基督，要将所学的，要将神的话语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的心中若是不反复思想神的话语，就会被外面所有纷杂的声音涌满我们的心。因此我们要让自己的心充满神的话语，要让自己的思想思维反复思想的都是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充满我们里面，我们才能有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不是说一时一刻，也不是在受洗的那一刻，得救的智慧是我们每一天都是新造的人，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出一个新的样式，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都能活出那种盼望，活出那个圣洁，活出那个口不犯错，心也干净，这是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也是我们每一次失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到主面前来领受他的赦免，这是得救的智慧。而逼迫并不见得就在外面，就是社会上的许多的逼迫也是在我们里面的，在我们里头，像保罗所说，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我们有的时候发现啊，我们里面似乎真的是有两个人，一个是想讨主喜悦的，但这个想讨主喜悦的，想遵行神话语的这个人似乎很软弱很小，常常被另外一个世俗的我，老我逼迫。那个老我会有无数的话语来嘲讽我们这个新我。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就在我们的欲望中，在文化中都是说，哎，本能，好像本能就是高于一切。不是的，我们的本能就是罪性，我们没有良善，我们本能中没有良善。因此我们立志为善，我们是立志为善的，没有谁立志为恶，我们都立志为善，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我们按照肉体，我们来体贴肉体来行，即便我们想行善事，行出来也是恶的。那怎么解决呢？如何靠主得胜呢？那罗马书接下来他喊着，我真是苦啊，这个是大家最有名的，大家都记得，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肉体呢？紧接着保罗就是欢呼歌唱，就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在我们立了志却行不出来的时候，在我们每一天似乎都软弱的被逼迫，被我们自己逼迫，被外在逼迫，被所有整个的国家来逼迫，也被我们的家庭逼迫，被文化逼迫的时候，我们要转头就像保罗一样呼喊，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此这里要信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脱离这个逼迫，也脱离我们这个老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因此我们今天讲到为主立志，其实也是靠主立志。第一就是立志遵从神的话，你只有遵从明白神的话，并且遵从神的话，你那个立志才能讨主喜悦。第二条就是立志体贴神的灵，你只有体贴圣灵而不是体贴肉体，你才能让你在主话里和主的呼召里立的志能够最后被成全。我们的肉体是行不出良善来的，只有让神的灵做宝座，让他来管辖我们的肉体，让他来在我们里面发大，我们才有可能来讨主喜悦，我们才有可能活在
那个救恩的快乐之中，活在那个救恩的大能之中，每一天都成为新造的人，立志成为神的人。我们遵从神的话，是为了我们与他连结，我们体贴神的灵，是为了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者，最终都是成为神的人。因此我们基督徒是神的人，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分别为圣，与这个弯曲背逆的世代分别，与我们里面的那个弯曲背逆的血气，那个肉体分别，与所有的罪性分别，与被玷污的文化分别，甚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都要分别。要完成这个分别，来保守我们的心，我们需要恐惧战兢，要有敬畏的心。这个时代最缺的是敬畏的心，而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因此我们来忍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必能靠主得胜，因为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力量，有神的灵为我们祷告，也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更是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这个位分，这个得救的位分，使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何等感谢你哦！当我们来思想立志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是在我们自己的血气中立志，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情感，甚至以自己的判断来立志。主啊，让我们更明白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来开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来立志，让我们能遵行你的话语。亲爱的恩主，我们真是，你知道我们里面是何等的软弱，你知道我们里面是何等的真是感到苦啊，就像保罗一样在叫苦啊，因为我们想行善，行出来的却是恶，我们不想做的我们去做。主啊，真是求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掌控我们，求你的宝血常常的来遮盖我们，让我们能够体贴圣灵，让我们的一生都是为了体贴主的心，体贴主的旨意，讨主喜悦而活着。亲爱的恩主，我们要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要来立志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分别为圣的一群，成为这个世代上能够见证基督圣洁生命的一群。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见证神的话，见证基督的生命。亲爱的恩主，我们也为着在逼迫中的弟兄姊妹祷告，主你要与他们同在，你在各样的逼迫中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见你所受的偏伤，看见你所受的死看见历世历代你所拣选的那些见证人，那些殉道者那些前辈们，他们是如何在逼迫中真是舍己来跟从你。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也能够成为愿意舍己的人，在这个世代也能够成为向你癫狂的人，在这个世代能够愿意成为与这个世界分别的人。主，谢谢你，你来在新的一年帮助我们来立志跟随基督。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常听说世上爱无长久，哪里会有爱的尽头？世俗的爱只求曾经拥有，梦
幻破灭，影无踪。而我却相信爱是很久，遇见了你已无所求，无法言语难以诉说的爱，千秋万世人长存不朽，谁能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情陷于刺穿的手，暴雪永留鲜明爱无保留，永恒无尽的爱到万世不朽，为求献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交给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别无所求，只愿得主称赞已足够。却相信爱是很久，遇见了你已无所求，无法言语难以诉说的爱，千秋万世人长存不朽，谁能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穿的手暴雪永留鲜明爱无保留，永恒无尽的爱到万世不朽，唯有献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交给与我主的手，难以足够。谁能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惊现于刺穿的手，暴雪永留鲜明爱无保留，永恒无尽的爱到万世不朽，唯愿献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交给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别无所求，只愿得主称赞已足够，愿得主称赞已足够。感谢四位传道的信息，那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让我们一同为奉献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感谢你丰盛的供应，使我们在凡事上都没有缺乏，求神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也圣灵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为你的家来奉献，主啊，求神你纪念每一个心甘乐意的摆上，也愿神你祝福每一分金钱可以使用在你国度的事工当中，
主要扩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能够在这个世代 被你所眺望兴起发光，能够在这个世上发挥出你所让我们你所给我们的使命，在这个世上能够发挥出我们教会自己的功用。谢谢主，也看顾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在一切的不足上求神你丰盛的恩典来供应他们。主啊，无论是我们在经济上还是在生活上有困难的，都求神你亲自的来降下恩典。主啊，也真的是愿神你祝福那些我们在灵命上或者在身体上软弱的弟兄姐妹，也愿神你亲自的来坚固他，成为他们的依靠。感谢赞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那我们还是有一些简短的报告。首先呢，就是还是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课程，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愿意来参加我们每个礼拜天还有礼拜六的我们的各样的主日学。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真的是每一位老师都是在用心的为大家来准备最合适大家的课程。我们每个礼拜也都在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希望大家真的是愿意在礼拜天的时候能够下一个决心，就是早一点的来聚会来到我们的 Zoom 的课堂当中，我们一同来系统的来学习圣经，或者来系统的来操练我们的属灵生活。真的是求圣灵在大家的心中不断的来做工。我们现在的主日学呢，有这个王秋阳传道所带领的如何去读经还有谭健师母的在礼拜六下午如何饶恕的课程，还有呢就是我这边在礼拜天上午的旧约历史下，欢迎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是需要来选择那如果有什么需要呢，还是和我们教会随时保持联系，我们都愿意尽我们的所能去帮助大家为大家来祷告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探访大家。虽然现在是疫情当中我们也会做好防护，只要大家不介意的话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那在这里呢，特别的欢迎每一位第一次来到我们章当中的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空中主日崇拜你可以在屏幕上打下一个一。那如果你有意呢参加我们教会的小组的聚会，也欢迎你留下你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的教会同工会跟您取得联系。好，那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神你在新的一年，你的圣灵不断的坚立我们，让我们在信仰上真的是能够做到有根有基。主啊，保守我们不断的去领受你的话语，也保守我们不但听到，更能够在生活当中行出你的道。感谢赞美主，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了。那请各地分堂的长职同工留下来进入到我们的 Zoom 当中，我们有一个简短的教牧会议。愿上帝祝福大家，再见。